也有新玩法，你看，今天我们准备了两个滑板，这是球球的滑板，这是我的滑板，我准备让球球滑的滑板带了我走，新玩法。我们再接另外一个。OK。哇塞，没有想到球球真的带得动我，你们觉得他厉不厉害？哇塞，我现在感觉我好轻松哟。带着我还能转弯哟，你们想让球球拉你们吗？旁边的小哥哥看到都惊呆了，马上跟你们换个过道看一下，看到我轻松的姿势没有？太爽了！球球滑得还挺快的。你看旁边那个小哥哥一直跟着我们，就是他惊呆了。从来没有想过球球居然可以带人。感觉他带了也还蛮轻松的，是我太轻了吗？哇塞，又转了个小弯，厉害厉害！还可以带着我走小路，真的是太牛了。这实在是太酷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小哥哥终于忍不住了，他要出宝怎么办？出宝，他又要出发了。你能上吗？你？我可以上，我可以上。小哥哥终于如愿以偿了啊！他自己会主动发力。会。他会控制方向，他有时候前慢了，他就会自己。他平时都是自己加速了，转弯避障，下楼都 OK。小哥哥吃惊到怀疑人生了，也太帅了吧！他下来真了。哦，发力了！哦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太厉害了，速度还真好快。前面是水，哦、前面是水。淡定收尾。